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周云奇。有一对父子因为在2000多年前修建了大型的水利工程，时至今日人们依旧没有忘却他们。他们就是李冰父子，我们说的就是都江堰。而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建造了二王庙，并在每一年的清明节举行祭祀活动纪念李冰父子。在2008年5月2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市区蒙收了重大的损失，而2000多年前由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系统依旧完好，堪称奇迹。在建筑界，像李冰父子这样的建筑父子兵还有很多，凭借着父子之间的默契，许多著名的建筑作品由一对对父子共同协作完成，闻名天下。而今天我们的筑梦天下就要献给天下的父亲，让我们一起来找寻建筑界的父子兵，一起去看看他们的默契无间，或自成一家，一起去探寻他们作品之间的亲情流转、血脉传承。有人子承父业，成就建筑界的父子兵；有人因父走上建筑之路，却自成一派，推陈出新。有人找寻父亲的生命轨迹，用镜头记录下大师生前片段；有人将对父亲的思念与继承化作建筑天空下永恒的丰碑。光影之间，血脉流转，砖石堆砌，筑起温情之墙。筑梦天下，以父之名为您讲述有关父亲的那些事。作为深入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创作，建筑的动人之处也许就来源于它与人们生活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许多建筑师正是将情感寄托于建筑之上，让他所设计的建筑独具魅力。像西班牙建筑夫妇米拉莱斯和塔格利亚布，从最初的相识、相知到相爱，就是源于建筑。而天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虽然从未有过恋爱的经历，但他的作品却可以透析出浓厚的情感张力。在建筑世界，还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就是亲人间的血脉相承。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优秀的建筑家。1983年，他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几十年来，贝聿铭在美国各地负责设计过许多博物馆、学院、摩天大厦，也在加拿大、法国、澳洲、新加坡、伊朗和北京、香港、台湾等地设计过不少大型的建筑。这位最优秀的建筑家也培养了优秀的后代，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同样也是出色的建筑设计师，而他们与父亲共同设计的作品同样深得人们的喜爱。最典型的例子是洛杉矶大学加州分校的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1994年，加州发生北岭大地震，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损毁，大学开始构思建筑一座新中心，新中心可承受8级地震，也是加州将通过最新防震标准的第一批建筑物。加州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地区，如何加强医院的抗震强度成为设计的一个难点。与父亲共同设计当中，儿子贝建中在抗震方面想得尤其周到。由于地震波的传递形式有纵向也有横向，而医院要在各个方向上保持稳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医院所在的地震波的传播方向，所以设计时必须保证医院能抵御各个方向的地震波。医院不仅不能在地震中倒塌，还要在地震中仍然能运作。
通过精心设计和论证，力旭父子做出了让人满意的抗震设计，能够抵御强震，成为里根医学中心的一个独特之处。贝聿铭和他的儿子贝建中在默契中完成了这一挑战。此外，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外来建筑的开山之作。由于当时宾馆、酒店资源稀缺的现实，让另一位敏感的美国建筑师觉察到了中国这块建筑实验田的机会。他开始酝酿在中国拓宽自己的建筑版图。约翰·波特曼，美国亚特兰大建筑师，他对亚特兰大及世界范围内许多城市的天际线构建都产生了影响。约翰·波特曼父子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80年，约翰·波特曼凭借敏锐的判断，与儿子杰克·波特曼一同走进了中国建筑界。他们是中国向西方打开大门后首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建筑团队之一。杰克·波特曼还在香港设立了海外办事处。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父子间的默契，波特曼父子在中国建筑界留下了印记。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触不到的恋人》，讲述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无意中发现了一位未来的女孩写的一封信，于是呢，两个年轻人就开始跨越时空的书信往来，而且他们相约两年后要相见。但是建筑师预感自己无法活到两年之后，于是呢，为了女孩就设计建造了贯穿故事情节的房子。从房子最初的设计草图到建造完成，建筑师都倾注了他所有的爱。这一奇思妙想或许与他的父亲有关，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建筑师，也是第一位教育他有关于爱的老师。而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在海边的那个小屋就是他一生当中最满意的一个作品。其实呢，我们看到所有的建筑的背后，许多都会有它独特的使命。一个个建构在图纸上的构思，背后或许就是亲情维系，又或许是未来的福音。见真正的自己，我的国度，我的上层游艇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我是大明宫志愿者。我们都是临潼国家度假区，灵感来自5000年文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实干闯未来，双喜午夜神，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聚焦故宫文物百年命运，以溥仪的个人故事为依托，以文物的流转路线为线索，人物与文物相互映衬。回望从1924年溥仪离京开始至解放后，国宝重回故宫的这段历史，从文物命运看个人命运，在映射国家转折变迁。1924至1945，国宝流亡路，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绿色动力，国际潍柴。提到过著名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 My Architect》，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美国现代建筑大师 Louis Kahn 的儿子 Nathaniel Kahn。 在 Nathaniel 11岁的时候呢，父亲就已经离去了，
他几乎没有和父亲真正的接触过，在别人眼里，父亲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大师，而他对父亲却是一无所知。于是呢，儿子决定重新的寻找父亲一生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通过对 Nathaniel 的寻访，观众慢慢的认识 Louis Kahn， 也逐渐的明白这位建筑大师为什么愿意耗尽一生的精力去设计和建造一座市政府楼，并最终读懂了他的死亡。儿子为建筑师父亲拍摄的纪录片呈现出的不仅是建筑，更浓厚的是房子背后的温情。我的父亲是谁？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提出的让人困惑的问题。一位曾长期被父亲遗忘的儿子，从未品尝过来自路易斯康的父爱。法律上没有父亲，精神上缺乏父爱。纳萨尼尔为了编织父子之间缺失的链条，带着路易斯康是谁的疑问，找到路易斯康设计的建筑，转动了寻访的胶片，希望按图索骥，从冰凉的建筑材料中寻找温热的血缘关系。1901年2月20日，路易斯康出生在波罗的海的萨列马岛。路易斯康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像一名制图员一样工作。后来，他成为了费城几家建筑集团的主要设计师。路易斯康的风格以其简洁、柏拉图式而闻名，因此他所设计的建筑有相当明显的特征，譬如强大有力的结构、厚实的窗体等，这使他成为二战后涌现出来的颇有争议的建筑师。通过砖块和混凝土的使用，他设计的当代不朽建筑使其获得了当地一致的赞同。然而在路易斯康的一生中，他的工作也颇具争议，但他的作品还是得到了每个时代评论家们的好评，并被誉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最重要的建筑师。他的建筑作品通常是在制服中呈现出永恒和典雅。路易斯康年轻的时候辗转多家事务所，默默无闻。和路易斯康同时代的许多人都在竭尽所能地去迎合当时国际建筑的新潮流，然而路易斯康却和他们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古典主义和青春浪漫主义建筑艺术。年纪似乎从来没有成为路易斯康的负担，他越活越有活力，每周工作时间长达80小时以上，每个项目都会亲力亲为。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影响路易斯康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他有着3个不同的家庭生活，他和他的妻子和儿女生活在一起，同时他还有2个情人，每个情人有1个儿子。路易斯康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单纯的爱情，而是给了他们生活在艺术中的机会。他们忘却了世俗和时间，因为路易斯康的个人魅力就和他的建筑一样，能让人感觉到自己就是永恒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一座因水而生的城市，而在法国的南部呢，也有一个袖珍威尼斯，它被称为 Provence 的威尼斯，它是一个特别的港口，叫做 Port Grimaud。1962年，一位法国的建筑师 François Spahy 在南部的海滨买了一块地，希望创造出一个传统尺度的渔村，而两条独立的流线，一条要为汽车和步行设计，另一条则为船而准备，每一户都可以将游艇停在咱家的门口。这就是 Port Grimaud 的由来。缔造了这个袖珍威尼斯的 François， 他的儿子 Bernard 也是一位建筑师。这爷俩呢，共同参与了许多城市景观的设计，在建筑界也被传为佳话。在法国巴黎南郊有一座体育场，名为夏雷蒂体育场。这原本是一座1938年为巴黎大学俱乐部修建的体育场，
原先只能容纳2000名观众，但足以让当年的十三区成为巴黎的甜品中心。他一直在历史的风雨飘摇中行使着自己的使命。在使用了50年后，巴黎市政府决定拆掉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体育场，重建现代化的新体育场。老体育场在那块地皮只占了很小的一块，新的项目将延伸出更多的附属设施，而巴黎也正缺少一个像样的体育馆来举办大型田径赛事。于是巴黎市政府在全国的建筑师中征求方案，最后拔得头筹的是法国一对赫赫有名的建筑父子党，也是夏雷蒂体育场的设计者亨利·戈丹和他的儿子布鲁诺·戈丹。父亲亨利年轻的时候放弃了海员生涯，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1966年毕业之后，远赴美国学习建筑，是法国建筑复兴的推动者之一。儿子布鲁诺是建筑界崭露头角的一颗星星，曾经参与设计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作品很有现代气息。有人说，父子之间的感情既深沉又矛盾，这对建筑界的合作伙伴父子档也是如此。亨利说，他不相信想象，他到处搜寻灵感，在水泥世界，在教堂的拱廊里，灵感都来自于他对世界的观察。他的建筑里充满了双重性。亨利在设计之初画了一堆脊椎骨架，这就是夏雷蒂体育场外围看台的那些水泥支架的原型。他貌似很喜欢这样出自天然的设计，你可以发现简直没有一点东西是多余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同时各个部分都相互关联，不是而非，却密不可分。在建造体育场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许多让建筑师和工程师头痛不已的难题。戈丹父子通力合作，总是能让人从中看到惊喜。看台之上还有顶棚，巨大的铝制天棚怎样才能保持平衡，避免向前倾呢？老爸亨利解决了结构，剩下的工程问题则交给儿子布鲁诺来搞定。除此之外，戈丹父子还想要证明城市并不一定只是房屋的堆砌，而可以通过对立与结合，按照合理的方法和需求使它变成另一种样子。城市还可以有混合的形象和造型，既复杂又和谐，而这座体育场也因为戈丹父子的默契合作而分外瞩目。见真正的自己，我的国度，我的上层游艇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科技是品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保证，品质改变世界，三一重工。在建筑界呢，还有许多建筑师父子为人们所熟知的，比如说美国建筑界的约翰·波特曼父子、贝聿铭父子等等。其中呢，日本建筑界的父子兵丹下健三和儿子丹下宪孝更是一对好搭档。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有一座 Romeo Hotel， 就是他们俩合作的成果。由丹下健三构思，
丹下现校完成。而丹下健三则认为呢，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以及外观要符合必要的逻辑性，但是建筑呢还应该蕴含着直指人心的力量。而丹下现校呢，则是强调设计的概念中当地历史跟海岸关系的密切重要性，两者的设计理念最终使得 Romeo Hotel 之间的平衡点拿捏得非常精准，成就了一座国际知名建筑作品。 Romeo Hotel 成为了丹下父子合作亲密无间的最佳写照。丹下健三1913年生于大阪，1938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1949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点原址建造和平中心的设计比赛中胜出，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顶峰之作，具有原始的想象力，达到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乃至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日本现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为界，划分为之前与之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他本人也赢得了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赞誉。丹下的建筑创作生涯长达60多年，不仅作品颇丰，在建筑教育方面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他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还在哈佛、耶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的建筑系执教。而日本的第二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枕文彦，日本建筑界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矶崎新、黑川纪章等人都曾师从丹下。或许是因为丹下健三在建筑方面成就非凡，使得他的儿子丹下宪孝不可避免地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在建筑方面的成绩斐然，日本富士电视台就是丹下宪孝的作品之一。丹下健三和丹下宪孝这两个父子档建筑师在建筑界一直被视为最为默契的父子档之一，而他们所共同设计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 Romeo Hotel也因他们的名字而享誉全球。建筑往往是一座城市的主角和象征，有时候呢，建筑甚至超乎城市之上。有人就说，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儿子与父亲，会为对方的成就或挫败而自豪或是失落，但他们不会有情人之间那种绵绵密语，可是却无声地深爱着对方。那些缔造了建筑和城市的建筑师父子，其实不也是这样吗？血脉在身份的传承间延续，而对于建筑，对于城市的梦想和雄心，同样在无声的关爱之中一以贯之。1997年，一座以奇美的造型、特异的结构和崭新的材料建成的博物馆举世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建筑灿若星河的创造中，这座博物馆在最伟大建筑之列。与悉尼歌剧院一样，它们都属于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属于不是用凡间语言写就的城市诗篇。它就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背后还有一段更为感人的故事。1912年4月14日，在泰坦尼克号发生沉船事故时，有一个富豪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留下纸条给他的太太说，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一样。像绅士一样死去的人就是本杰明·古根海姆。灾难之后，本杰明·古根海姆成了大家赞扬的对象，
他的遗言无数次出现在全球各大报纸上。后来他的女儿佩姬·古根海姆用父亲的遗产从事艺术品收藏，并创办了闻名世界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这种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之情，以父亲的名义寄托在了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中。I'll never get over you walking away. I've never been the kind to ever let my feelings show. And I thought that being strong meant never losing your self-control. But I'm just drunk enough. Let go of my...